两位虚拟主播什么动作啊？就我的设定啊，这种就讲鬼故事的直播，他可以瞬间累积20万人看他的直播呢。你到底凭什么？没有人长得像鬼。直播的内容大概都是什么样子？粉丝聊天，然后是唱歌这样。独栋的别墅，台币大概是5万多，收过100栋这样子。500万以上。对。周一到周三晚上10点，3立独角仔30频道，辣个女生。